好，一二三呢，好，行。这边的话呢，是上海的一个市级的重点中学，叫南洋模范中学。哎，这毛总起的还是？对，这毛总起的。里面呢还有一个题字呢，是江泽民题的。哦，这是正门口。但南洋的话，应该有华侨有关系是吧？对，它是。还有一个叫南洋中学，反正是有一定的关系。就是你回去之后，你可以查一下。我可以查一下上海南洋，上海南洋。先看看下面有中学。嗯。因为新加坡有南洋中学。对，新加坡是有南洋。啊，对，还有南洋女中啊，还有南洋小学。啊，我知道，这我只是看一下。是这样。50年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毛主席的话呢，来这边。这是那个学校的要求，是学校的是题字叫青锋啊，青年先锋的意思，青年先锋的意思，对对对，青年先锋的意思，所以这是他的那个这是他，然后呢就是核心里边的，从他那个估计是从他毛笔字里提出来的，提出来的，对对对对。优美的地方有一个学校是上海音乐学院啊，上海音乐学院，哎，咱们群里有好几位是这儿毕业的，还有目前还有一位在这儿工作，对吧？上音，咱们钟老师。目前是在这儿工作。来的过去8元一两，对，来一两过去。五 G 过去，五 G 油脂老鸭粉丝汤，所以这很适合我，沪上油脂老鸭粉丝汤。这个归来的游子，对对，你说这个今天这个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正好这个名字，正好这个名字对吧？冯雷同学，对，很适合我。